我本来最爱的三个，啊，第八号，差点把病治。不过，我许多理由，我就想要唔管啊。你是要做咩？做你阿妹阿妹代志，都无顾性命。你话爱玲阿性命，努力，我袂话。 我永远都过不去你啊！我不是跟你讲过啊，我的成就金就你，一世人给你两条条。你哪有啊？你刚刚连手机断掉，还讲几啊天都不睬我。 是的啦，我应该跟你客气。我安尼啦，我搁做一个赶快的处置，好你好不？你讲怎么样啊？我是一直找，一直找，找到三点钟，就无简单再找到的。